我哋咧 Taste Interior Design 里边咧就做先头部队，希望咧可以预早入个单位里边咧，同你分享一下同一个空间有唔同嘅设计方法。你對於設計師睇樓層裏邊嘅睇法係點啊？其實可以藉著我哋呢個設計師睇樓層啦，咁就可以俾到一啲資訊或者一啲設計嘅小 tips 俾我哋嘅收睇嘅觀眾，更加推廣到而家一啲新嘅屋苑啊、樓盤啊，佢已經可以俾到一啲咩嘅配套你哋，等令你哋知道咧，就係話嚟緊你單位有啲咩係需要真係要特別訂造，邊啲係已經去包咗俾你噶啦。咁你咧？你對於一個 Taste 嘅室內設計師睇樓團有咩期望啊？首先咧係俾未收樓嗰啲客户咧，可以預先知道本身單位入邊個價格係點樣啦，實地可以睇到佢個空間係點樣。咁你可以預先去規劃翻，我原底而家啲雜物可以點樣去處理同埋放置啦。咁同埋睇翻你自己心水嘅設計風格，可唔可以配合到你而家現在單位個價格？我哋嘅目的咧，其实就想令到更加多嘅客户了解室内设计可以点样帮到你哋。室内设计唔系装修咁简单，室内设计点样可以令到单位里面嘅空间提升，其实等于提升咗你嘅生活质素。赚钱翻嚟，你其实为咗咩呢？你为咗有个舒适嘅生活，同埋屋企人，系有个舒适嘅家，同埋照顾到身边人。如果想 Taste 设计师睇楼团带你睇睇楼，可以click入上面或者右下角条 link， 我哋会优先提供最新嘅设计资讯俾大家。Gigi 啊，我哋咧制作呢一个咧 Taste 嘅设计师睇楼团咧，其实希望咧一啲将近收楼或者系未来置业嘅人士里边咧，可以同佢 share 下一啲新楼里边嘅间隔同埋个模式，希望咧透过一个空间里边咧，俾多种嘅一啲设计模式俾唔同嘅家庭啊客户有个构想啊。我哋咧 Taste Interior Design 里边咧就做先头部队，希望咧可以预早入个单位里边咧，同你分享一下同一个空间有唔同嘅设计方法。如果中意我哋 Taste 睇楼团啦，同埋我哋其他设计作品嘅话咧，可以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啦 ，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同埋分享翻俾身边嘅朋友知道啦。我哋好期待咧未来咧俾更加多嘅一啲新楼案例啊，俾大家知道啊。我哋透过 Taste 嘅一个设计师睇楼团里边咧，可以令到我哋创作空间更加多。咁令到咧唔同嘅客户咧都有佢嘅想法，同埋可以知道咧原來呢種設計裏邊得著係點樣啊！希望咧未來咧，當你接嘅時候咧，都諗起我哋 Taste 嘅設計師睇樓團，可以幫助到你個單位裏邊嘅室內設計同家居品味生活嘅關係啦。或者我哋都經常講啦，就話我哋有句説話啦，就話品味空間更上一層樓，為你帶來美好時光。咁請問你有冇俾客人美好時光啊？梗係有啦，堅持我已經係一個好美好嘅時光啦，真係。如果你都有想睇嘅屋苑单位，或者想我哋设计师睇睇你层楼，俾啲意见，同你分享更多室内设计师嘅想法，欢迎留言或者 PM 我哋，就有机会由 Taste 设计总监 Lo Ng 同埋设计师去到你所想嘅单位睇睇楼，发挥设计空间想象送俾你。